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赏析。那么我们这个部分介绍的是随机性检定。那么同学要知道说随机性是怎么个状况呢？最主要是要检查是它的串以及它的 n one 跟 n two 是不是配合适当。那么随机性检定又有两种状况，一个是小样本，一种是大样本。 那么我们以这个题目来说，很明显的，我们看出它是大样本，因为它只要超过十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这个是三十题的。那么首先，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，H 零是这个答案，是非题啊，是非题具有随机性。 要不就是 H 1，答案不具随机性，不具随机性，那有可能是按照全部都是是，然后再来飞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，以这一题来说，阿尔法是零点零五，已经写好了。我们 n 万值是多少？数一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 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n one 是十六个，那 n two 有几个呢？不用算了，就知道是十四个。重点是要看它的串是几个，串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 十五，run 是十五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用的是大样本，那么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统计量 mu v 是多少？那前面有提到的是 mu v 是 n 1加 n two 分之二 n 1 n 2 two 再加一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带进去，n 1加 n two 是三十。 1> n 外加 n t 是三十，然后这上面是二 n 外 n t 二乘上十六乘以十四，后面还要再加个一，这边是等于多少呢？我们要计算一下。 十五点九三，好，那然后再来，我们的变异数 sigma v 的平方公式比较麻烦一点，这个地方上面是二 n one n two，再乘上二 n one n two 减掉 n one 减掉 n two，上面这是上面的部分。 那分母的部分是 n one 加 n two，平方，n one 加 n two 减一。好，这个我们把它带进去，一个是二十六十四，二十六十四，二十六十四乘在一起，二十六十四乘在一起，再减掉十六，再减掉十四。底下是。 十六加十四的平方乘上 n one 加 n two，十六加十四减一，来，我们计算一下，这个计算也并不麻烦，算出来是七点一七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采用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随机性，这大样本，我们是会逼近常态分配的，所以我们 z z 值是 v 减掉 mu v 除以 sigma v。 这边的串 v 是值是十五，我们把它写下去。μ v 我们这边算出来是十五点九三，西格玛这边七点一七开平方根。那么计算一下，上面是负的零点九三，这边是除以二点六八。 我们算出来是负的零点三四，有没有负的很大呢？不大，它比一点九六，这边是零点零五，双尾检定，正负一点九六之间，所以我们是大于负的一点九六，仍然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，所以我们认为它具不具有随机性呢？具有随机性，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是无法。 拒绝 H 零，那么我们这个随机检定的方法，这是大样本的一个例题。